化完妆的翡翠你还敢要吗？今天呢，我给你们揭秘五种化完妆的翡翠，尤其是最后一点一定要看完哦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抛光粉的翡翠。一般翡翠在抛光过程中会加入一些绿色或紫色的抛光粉，它们抛出来的颜色就变成春彩的或者绿色的。第二，变色的翡翠。变色的翡翠呢，一般出现在全粉底的镶嵌件里面，几千的阳绿，几千的紫罗兰，还有几千的芬达色。所以你们在选这个镶嵌件的时候，千万一定要注意，不要选全粉底的镶嵌。第三呢，就是仙涂。现在很多版料打着强透光，看着鲜艳欲滴，实际上收到货惨不忍睹。第四种，美颜后的翡翠。手机美颜一开，脸也没有了，纹也没有了，裂也没有了。第五种呢，就是探照灯直播间。有一些直播间的话，它能打的二三十盏灯，主播的手呢都已经变红了。所以呢，你们在下手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直播间有几盏灯再下手哦。